花里胡哨的，一点没实用价值。那您说哪儿需要改进，我立马改还不成吗？您只管说，没事儿。这么着吧，你呀先给我安排个车吧。安排辆车？啊，买个车。哦，行，我明白了。不是，那你要哪款呢？ 挑好的，挑好的。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，你看着办。我自个儿什么喝水？我自个儿看着办。拉成，我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瞧好吧，啊，谢谢。总顾问，总顾问。马老师，这个朱老师啊。 这个脾气是稍微有点古怪，但是人特别好，很善良，啊，心也很细，眼里不揉沙子，对工作是特别的认真负责。那我就先忙去了啊。好，你忙吧。好嘞，哎，您跟他多交流交流啊。哎，好。穆老师，我觉得回头这桌子咱们撤了。嗯，不好啊。 先把这气球收了吧。哎呦，小心点！好没好？快了！您出来一下，赶紧的。哎呀，村里来新人了。哎，什么新人？哟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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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黄死我了！哎呦！黄死我了！哎呦！哎呀，谁呀？这是？我认识你吗？哎呦！ 别说啊，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您甭损我啊！这小伙子年轻，长得精神，穿什么都好看啊，衣服架子百搭。切！哎，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干嘛呀？何鑫现在给您开多少钱呀？干嘛呀？我就问。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，您这现在都老丈人了，是不是？肯定给您少开不了。那是我自个儿凭本事挣来的，是您凭本事挣来的。但是您现在都这身价了，啊，都这身价了，都挣这么多钱了，咱能不能从这个外形上注意一下形象？大黄袜子，草拖鞋，蓝裤子，布衣服。 我这心要怎么了？又爱观瞻了？不是，我记得您年轻时候挺爱捯饬的，现在怎么人老珠黄了？啊，不收拾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就没有人老珠黄的时候？我也有啊，但是你换身衣服，跟您这身价更匹配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给您收拾。算了，拉倒吧。来来来来。 走，我弟说让咱们俩早点去。行，没问题。那待会儿一会儿先到了团里，我把你先接上，完了咱们先吃饭。再跟他们二位，你弟有妹，是吧？你汇合行吗？行啊。 那个，我现在在你们家楼底下呢，等你爸。接我爸？我给他买了辆电瓶车，我跟这儿等他呢。哎，想听实话吗？务必。我看出来了，为这活动你也算是拼了，绝对啊，震翻全场！你这身，信不信？真的假的呀？绝。
对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哎，你这身比我都潮，我觉得真的，以后就这么穿啊，甭换了，太合适你了，帅。不是我穿成这样能不能出门到底？什么叫能不能出门啊？太能出门了。使劲往前走啊，绝对全都给你出单子。看这辆车，给你买的，怎么样？这就是你买的车呀？对呀、啊。不是我要的，那不是这车，是那个。这种车呀、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我跟你说，这种车啊，它在小区里它不适合。你的工作范围不就是在小区里吗？是不是？你在小区里开这辆车，它特别合适，配你这身行头也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么大车，那没地儿停，你知道吗？不好弄，这车特别好。没事，跟老年代步车似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叔叔，你不了解这车，这车特别的好，很节能，你知道吗？不用烧油，你来试试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你是开还是坐？啊，我坐。你坐呢，来来上。试试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